大家好，今天老五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些奥林巴斯拍 F 胶片相机专用转接配件的安装和使用方法。这款奥林巴斯拍 F 胶片相机精致小巧，是一台可换镜头的半幅单反胶片相机。应奥林巴斯拍 F 玩家要求，我们特别为这款相机做了一些转接配件。这个就是带微距功能的 M42 裸口镜头，转奥林巴斯 PNF 胶片相机专用转接环。这个是带微距功能的 DKL 接口镜头，转奥林巴斯 PNF 胶片相机专用转接环。这是带微距功能的艾克山泰 EXC 卡口镜头，转奥林巴斯 PNF 胶片相机专用转接环。现在我就开始分享这些转接配件的使用方法吧。我们先将这配件的后端及机身卡环拧下来，机身卡环这位置有个红点，机身卡口也有一个红点。将卡环对齐红点后，套入机身，并向逆时针方向转动卡环至尽头。大家有没看到卡环这个位置有一个锁定螺丝？我们用螺丝刀将螺丝拧上，这样机身卡环就不会脱落了。我们将转接配件的钳组装回机身卡环上，稍微拧紧一点点，这转接配件就安装好了。装置镜头上去看看效果，这只就是 M42 裸口镜头，将镜头拧上去就能用了。这配件适合所有的标准 M42 裸口镜头使用，拍摄时可转动调焦筒调焦，也可以用镜头的调焦环调焦，两极调焦配合使用能起到微距效果。我们又来安装 DKL 接口的转接配件，直接拧上机身卡环就行了。这个就是 DKL 卡口的镜头，将镜头上的红点对正转接配件上的红点，套入镜头并往顺时针方向转动镜头至锁紧状态，转接配件与镜头的安装也就完成了。这款 DKL 卡口的转接配件也是带有微距功能的，也有两极的调焦，方便又好用。镜头调节光圈的位置在这里，您看懂了吗？最后，这款是艾克山泰 X 卡口专用的转接配件，安装使用和前面的基本相同，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要先将黄铜的接圈先装到镜头上，然后再拧回转接配件就可以了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大家对玩镜头如有好的建议，请留言交流。